你，看我，看我！他是这样，直接下他是。等一下。那你打一个，我打十个，操！好笑，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AB 刚刚在试，然后来你过来，超级靠杯，坏透，不客气。干岩浆哎，还是火星？哎、欸，彩虹是啥小 ？Rainbow， 好像只是一个装饰。火星呢、欸？要确定呢、欸。好，我们玩完这一关就休息。这是七蛋大作战吗？好可怕的感觉哦，这个。这是七蛋大作战吗？七蛋老师的七蛋大作战。绿色跟粉红色啊。哇、哦。火星。你们会跟客人说那个蓝黄是乌克兰的乌克兰颜色吗？蓝黄手。我没有，上次我是被客人这样讲，然后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有感要什么配色？”我说：“这边有蓝红色、绿粉色、蓝黄色。”哦，乌、啊、克兰。然后啊，就是然后这个。然后小用肉给你。肉给你切，肉给我，我给你们一块肉，跟一块、一块肉、欸，你有肉了吗？来，刚刚掉下水里。来，然后阿红煮面，然后我尽量我去拿，哎呦，哎，我靠杯，他去了，盘子，看要怎么过去啊？阿红，你先放地上，没关系。学我。有人有面可以煮吗？还是有谁那边？我已经煮了，我已经煮了。我们要拿盘子，我要去拿盘子。我先帮你拿盘子装好。看这怎么用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Abby， 你就这样，你面对我，我装到你的盘子上。你先面对他。看你，看我，看我。啊！他是这样，直接下他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等一下看一下。哦、等一下，它会沉到水里面。对，它会沉到水里，所以 Abby， 你应该，因为你的出生点是那边，那就代表说你只能从那边去拿餐。那是小庸来跟我接洽，然后你再回头这样子。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那么呛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拿面过去给小庸接，小庸给 Abby 出，欸、小庸放在桌上 ，Abby 去出餐，然后 Abby 可以拿回去让小庸洗碗。但是小勇你就比较忙，又要切又要煎，那我不会给你料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煎跟就好了，我只会给你刚刚好的。哎、欸，抠脚！哦，别浪费。回来了。睡、哦。我是不是我可以过去拿到盘子吗？不然就是，我觉得刚刚太危险。我刚刚按叉是我给东西，所以变成说你要按对面的按叉给我。喂，水，水，阿红继续煮面。我再给你一个蘑菇，跟一个肉。丢。我会照那个单子给哦。哦，好爽哦，这样子接好帅哦。哎，哎呦，吓死！那阿红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滑手机？没有了，怎么可以滑手机？按餐，睡，出餐，来。然后蘑菇，你有蘑菇吗？有肉，然后你要我给你一个番茄，再一个肉。小心，小心你们的盘子。不要管我番茄。你们的，你们的肉，快点。哦。先不要，等下一个，等下一波，等下一波。Baby。你们在急什么啊？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侠，哦，这什么意思？趁现在，赶快做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，快点！大家已经啊，我在干嘛？你的口够缺，赶快给我，赶快给我！哦，等一下，太发了，这、欸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跑走，我的餐点不见了。我先给你们面，不要撞我！不撞你，不撞你！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在乱。反正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连棍子都没办法。为什么我手上有面？等一下，你们不要拖人。等一下 ，Abby， 不要走 ，Abby。你们顾好你们的工作，你们顾好。可是我的工作会跑走、啊。你们的工作、啊、不是，你们就是顾好你们的岗位。因为我刚刚 Abby 去端
端我们的锅子，你不要拿我们的锅子，锅子就是我的。你为什么要烦？阿豪，你只要煮面就好，你什么都不要管，就是到刚刚那个超呛的状态，你也是给我煮面就好，就是永远就是煮面。我可以偶尔来帮一下小勇。你去帮小勇啊，等一下变得很发的时候，我会去赶快去出餐。阿豪就是疯狂煮面，我一直去拿那个过来，来，啊，放着，给我，来一个来接。哦，不是这个接哦，靠右。上。哎呦！哎干！等一下，快点，冲刺！哎，是。小勇，等一下。然后就小勇掉下去。等一下，交换一下。你先过来，帮我顾火。哦，我过去。行。哦，我这边有那个喽，面呢。啊，小雨有面就过去好了。靠，我怎么把番茄丢掉？哇塞！然后那个面给你用。反正我就这边负责煎。哦，拍谁？我没有掉下去都 OK。好了，开始嗨嗨喽！准备喽。你那个盘子先放好，我等一下直接过去放面。干你娘！好，锅子就算了，锅子就算了。锅子不用捡，锅子不用捡。我的面！好，快点，跟趁现在，赶快煮面，来面给你们。阿红来，锅子，出餐。好，番茄，这锅是怎样？我来帮你们切。我去洗碗。我帮你们切。OK。然后肉给你一块，来。然后香菇给你。哎、欸，谁中我？没有他这个，你等下看到那个盘子，你就给他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还没煮熟啦，靠杯哦、喔。等一下，我去接。来，这边，然后去接。等一下，你放在盘子上。啊，可以了。盘子在哪里？盘子在这。盘子还没洗。盘子在这。我去洗。阿红煮面。煮好了，这煮好了。锅、子嘞？锅子在这边，这煮好的。这煮好的。你不要，我不是叫你不要拿锅子吗？啊！等一下，叫你不要拿锅子吗？哦，不要！谁偷我的锅子？你不要再偷阿红，你们不要再偷阿红的锅子，给我拿回去还。我没有偷他。你不要再偷那个小胖的锅子，来这边有一个好的。哦，我切我的菜不要了。你们追菜吧，我先切我的菜。就过。我洗碗出菜。我负责煎菜。这个可以吗？你没有煎啊，你不是在煎吗？他在煎。你刚刚把它放在桌上，你跟我说你在煎。你边跑边切，何运什么都知道，。来，哪里有那个蘑菇？啊、这个，好，看到蘑菇好了，蘑菇好了。我出错，对不起。你别忘洗碗。走。还有哪里有盘子、啊？没有蘑菇，没有蘑菇，没有蘑菇，番茄。这样要多久？我这边有盘子，来，我这边端面。我要漏，看不到。沙小，在哪里？我在这。沙小变正常嘞。哇哦！我等一下，现在太混乱。阿红，你继续煮面，没关系，你就坚持你的煮面就好。要从上面走上去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很淡定吗？有人要把面丢过来哦，有人要丢面过来哦。给你番茄。我面。番茄。有那个生的面可以给我，没有空哦、oh, ，OK， 来给你，哎呦，给你，谢，给你，然后这个是煮好的吗？对，煮好的，给来给我这个，好，煮好的盘子嘞，盘子，哪里有盘子？干没有盘子？要洗。不是，现在没有盘子给我洗啊！哎、欸，干我倒错。没关系，那你蘑菇先放着、哦。料都变在左上角就对了。先放着，料都是。你先随便放一个地方。Okay, okay. 可是我们有盘子可以洗啊。盘。干你阿红，你拿着盘子装那小，快点给我放着。给我。我拿。干。小庸，你把面放在那边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他妈！我拿不到。哦，拿到了！白痴啊，看你面放，欸、你面放那边、欸，你是北齐、啊。AB 走开！哦，是。没有蘑菇面啊，没有要蘑菇面是不是？那我还是把它出一出好了。
都没有这个盘子。等下扣分。哦，有一个人没有去弄盘子啊。哦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刚刚在那一团混乱已经有够多那个。哦，好乱。我刚刚其实那一团最乱的时候，头看起来超晕的。而且完全他会整个很混乱，很混乱。我们还有三颗星呢，超屌，太好赞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意外了吧？太意外了。为什么这一关结算画面这么快？终于有人要跟你说，这游戏最后一关了，耶、yeah, ，Happy Ending 哦。